里大师干得好，做得好。为什么？谢谢你，阿尔弗雷德，非常好，不是吗？班布利堡应该感到自豪。但下次请尝试记住，要将罪犯从你的抄袭里耳朵中释放出来，请将你的头向左转，然后将你的脖子折断。是啊，这就是为什么我无法摆脱他。除此之外，我太棒了。不好了，发生了什么？没什么。这正是哈罗德告诉我的。是的，但猜猜我听说过关于埃塞尔的事。嗯哼，他去沙龙就是为了这个。你听到什么了吗？好吧，我不知道。但无论如何，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旺达的表弟詹妮弗的事？嘿，你说我们去吃点披萨庆祝一下怎么样？哦，我喜欢，拉里大师。但时间已经很晚了，明天早上我要去蔬菜谷小学做志愿者。哦，那好吧，晚安，阿尔弗雷德。晚安，拉里男孩。如果还有外星人落入这座城市，我也准备好了。求谁？谁有超级顺风耳？当你需要帮助时候，他就隐身出现，你知道他会成功。你呼求他，不论任何的时候，嘿嘿，他会出现，迅速地、迅速地、迅速地出皮皮，超人皮皮，超人皮皮，是大超人，他风靡全球，时髦风尚，超人皮皮，大超人，超人皮皮。白博士，我已经整天在这边一直巡逻，我很累了，我也很饿，我必须要上厕所。哎呀，这套衣服好紧啊，我现在要回家了。我是英雄超人皮皮。